他们典礼是由救国团台北县团委会主任委员高姿主持的，参加比赛的球队一共是38个队，分高中男女和初中男女4个组。高主任委员在主持开幕典礼之后，接着主持了第一场比赛的开球。今天上午一共进行了4场比赛，高男组南山商工以64-38战胜了新庄高中，初男组西子以17-13击败了文山，英歌以23-18赢了石碇，初女组板桥以16-10打败了西子。